少林队，那你们现在只剩下七个人，如果你们没有后卫球员上场的话，我就要正式终止这场比赛，判你们少林队输了。还有没有后卫？谢谢。哎，还有我，我是少林队的候补，我来当守门员。 你怎么弄得跟个外星人一样？我不会剪头发，剃光了比较快一点。你来这干什么？我想帮你们比赛啊！你怎么帮啊？你快点回火星吧，地球是很危险的。我真的很想帮你，你相信我，让我试一下吧。不行，真的，你看看，你的鞋都破了。穿这个吧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别别别！